无效的案件，下几只是国民党的候选人啊！好啊，你已经做两任不得连选连任，你知无啊？本代人啊，少的是本山是无钱财啊，少的无奈欠杀出来了后，想要过来混一啊两年三个月。但是如果我发现了破绽，我嘛下去嘛啦。好啊，李科基，了了，关这个竟然镇长康世如被迫当选无效之书。啊，是会知啊。真是可恶，明知法院判决有正义，也是无负责任政治参选，浪费司法资源。我靠的是真正党的法院的后路啊！破山少的嘛下金咯，来人啊！在，本府宣布，法院已经规定不得连选连任，也就是不得连改，浪费司法资源，欺骗民众，实在可恶。欺骗咱民众，实在可恶。众人听命。在九月七八选举选举迄时哦，恁大家爱支持三号林锡钓，主人拖落去。大事小命啊！大事小命啊！回答。回答。